他不是歌手，胜似歌手，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说自己不是歌手，胜似歌手呢？Not singer, better singer。因为我做了很多歌手该做的事，但是我确实不是一个歌手。哦，我有一个特别厉害、专业的歌唱老师，我的老师是一位歌唱家老前辈，他上过歌手那个节目，然后他对我们华语乐坛的那个影响也是很深远的。韩磊老师，刘欢老师，杜丽莎老师。哦，老师厉害厉害。杜老师厉害了，香港教母级天后啊！对，名师有高徒，还有很多人。对，林忆莲、林忆莲、郑秀文、梁咏琪。你老师这么厉害，都没把你教成歌手，你自己反省过吗？啊，我曾经发过专辑，就卖得很差，开过演唱会，有人吗？也没什么人看。最重要的是，我和很多很棒的歌手都有渊源，比如说谁谁谁，Eason 呐，陈奕迅，阿 sa， 阿 sa， 蔡卓妍，容祖儿啊，我和他们都有一些特别的故事。他的朋友都是来自英皇娱乐的。